女士们、先生们，欢迎回到演播室，我们正在直播一个行为艺术的现场。今天参与直播的嘉宾是 Q 先生。 Q 先生，到了现在的这个点上，您能够为我们提供一点头绪了吗？这个还真不好说，除了特别戏剧化和夸张的剧场效果以外，这位艺术家并没有给出什么方向或者线索。 A drum beat, remembering, mythologizing.So fast.